由于预售商品房项目建设周期长，交易时无法实现所见即所得。一般情况下，购房人从交付房款到收房入住要等上1到2年的时间。项目的信息多是凭借销售人员介绍和推荐，等发现问题后再去了解相关政策，解决起来就比较棘手。预房码聚焦购房人关注的10个高频问题，逐一进行政策解读和提示，涵盖了购房资格、预售许可、销售人员备案、建设方案、认购协议、预售合同、资金监管、验房收房、工维契税、物业服务等方面。